现在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名字叫《横须贺物语》，是山口百惠的代表作品之一，也是她的转型之作。《横须贺物语》是山口百惠的第13张单曲，于1976年6月发行。那一年她17岁，山口百惠13岁参加1972年第五届明星诞生歌唱比赛，以一曲《回转木马》获得第二名。之后的两年，她出唱片、出演电影，走的是青涩路线，表现出与传统偶像截然不同的一面。年仅15岁，山口百惠就成为了炙手可热的顶级偶像。1976年17岁的山口百惠开始与七龙童和阿木耀子夫妇合作，以一曲《横须贺的故事》开拓出自己在音乐上的新领域，成功转型为实力成熟唱将，唱片累计销售81万张，成为了当时 MOMO 在 Oricon 排行榜最畅销的单曲。1976年底，山口百惠连续三年第三次参加第27届 NH 红白歌合战，并作为红队主唱演唱这首歌，成为红白史上最年少的压轴歌手，这个记录至今未被打破。今天的珍贵影像资料记录了1977年3月30日18岁的山口百惠和当时24岁的邓丽君同台演唱这首歌，邓丽君演绎的是中文版本《离不开你》。下面我们来欣赏他们同台的珍贵表演。この後この曲を中国語バージョンで歌いましたのがこの方。うわー、テレサテンさん。